前两天才提到那个蛇啊，今天我们叫我们这个员工去除草，那后面他说看到之前那个旧鸡笼里面有一条大蛇，他说有手臂那么粗，现在不知道啊是不是骗我的或者是跑了，我们去看一下。前两天刮大风，这个棚子又掀翻了，我们把它重新弄一下，毕竟也是一个临时的饭堂啊，叫两个男孩子去。 James Hansen Come Snake Big One， 他这有条大蛇，还是多找两个人啊。哈森搞了个大棒子，前面老陈拿了个小棍子，我去看一下啊，不知道跑了没。这里有个小四脚蛇，它站在这里，很大一根大的黑的，它站在这里肯定是没有了。啊，这些好久没弄了，还有那个白翼吧，什么颜色的 ？Not here， 这肯定跑了。Maybe here inside， you see from here？ Maybe 它在这里。搞这么大的症状过来抓蛇啊，没有了，跑了。Maybe 又剩个人生 snake， 不要把那个水管当个蛇了啊。You sure big snake？ 它像手臂那么粗，好大一只蛇啊！这个菜园子是完全荒废了，所以说我们准备现在雨季来了嘛，整理一下，然后种点什么葱花、蔬菜之类的。鸡笼也搬过去了，也没什么用了。这里老师拿了个小棍子，还真的有蛇，那个也没什么用啊，估计是跑了或者是看花眼了吧。助理说之前有看到过 before Ivan Nico or say yes at night Ivan Nico tell us the soldiers they see at night with the red petroleum， 他说那边那个厕所那里 big one之前我们工厂里面零零散散看到那种小蛇，就是一个手指粗的那种，他说那个大蛇 the mother for the small lake。 站你后面了，说不定是跑了，说不定真的有，但是也就局限在像这边边角角吧。看一下吧，挖了这么多，你会啊？No, not here. Continue. I feel that big is not like this. 他有点怕了，这么大只蛇。My feet. You continue. Let no, no here, no. I feel snake here. 怕蛇，让他先休息一下吧。看一下我们这个大香蕉，应该过段时间要熟了。这个是香蕉，不是饭蕉品种，专门挑的这个。按照刚刚 Brenna 说的，估计几个人看到会不会是同一条大蛇，不过也不一定清楚啊，有估计的话也是那些角落边上，所以说这个草都还是要经常去除。虚惊一场啊，搞了这么多人，我还准备说去抓一下，不过真的是那么大的话还不敢抓了啊。好了，给大家空欢喜了一场啊，谁也没看到，今天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吧，喜欢的点击关注。